是吕大公主。哎，跟大伙儿分享一东西啊，哎，就是前一段我让媳妇儿，就她不是拍那什么吗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茶，东方树叶加那个牛奶，配牛奶，说想窜一窜是吧？然后好多的粉丝还给她推荐用这个吧，吃香蕉吧，喝酸奶吧。其实我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那个严重的便秘，说句实话啊，就是有时候要上火了，或者你知道咱们经常喜欢减肥的女孩子是吧，有时候吃的少，老吃大餐，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哈不方便了，这你们都懂的是吧。哎，恰巧我们有一伙伴就看见我说这个，他说你想窜吗，还给我发了字儿。当时我说句实话，咱们才疏学浅了啊，给我发过字儿，说唰唰的，不是他那字儿我不认识，我说啥意思，他说唰唰的就是，然后他就剩一罐儿，然后他给我拿来了，给我拿了呢，说你试试这个可管事儿，然后我说那这一回喝多少啊，他说反正我就喝半瓶，因为我这个东西我没用过知道吗，具体真的喝多少我也没看，我这家伙我一喝，嘿，酸溜甜不滋儿，咣咣咣咣，哎，口感还不错，整了半罐，然后吧我也没当回事儿，就我就想着就当喝个饮料是吧，对对对，然后我那天也不，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啊，我那天也不知道咋那么渴，然后我就开始喝开水，咣咣咣喝了两三杯开水，坐着凉白开，不是凉白开就温开水，哇哇喝，没到老孟一点跟你瞎说啊，我们一块儿待着呢，我这儿来劲儿来劲儿了，啊，给我拿过，上劲儿了，我说这么快吗，我说那怎么，我说等会儿我先上到厕所然后就去，你们知道我给你形容一泻千里怎么形容呢，我跟因为我跟拽哥说了，就知道自来水那个压力特别大，打开那个喷头唰，哎，这挺好，有时候你要上个火呀，还有那铁肚子人，有那便秘三天四天或者甚至一礼拜不上厕所的，真的就跟你自来水去火唰，家伙就唰唰倍儿痛，并且啊就是肚子一点都不疼，这个拽哥已经有发言权了啊！昨晚他给我弄了三角杯儿，等会儿啊，咱先说，先今天继续再给我弄。今天咱们先把我这个事儿说完啊。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伙伴，他给自己起名知道吗？说他叫铁肚子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啊，就是属于那种长期得喝什么泻液什么之类的啊。那个没有。然后就是像咱们。是吧，都受不了，他都得喝那个，然后他说我喝啥都不管事儿，我买过某款的那个，人家说西梅汁这那的买过，然后说喝了三罐子，说连着喝三罐子没管事儿，我说姐姐你试试吧，我说我刚试完，真是原话，我说这半罐，我说你来着吧，我喝少半罐，这半罐也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用量，当时啊人家就给拿一罐，我伙伴拿一半，然后他喝了，然后他那不知道咋说更快，到夜里受不了了，他不是当时我们还在一块儿待着呢，就说两个小时吧，啊，也是直接就上厕所了，然后他回家，我说你小心啊，我说在路上你别那什么，来这儿啊，上瘾了你别，不是有时候你要说那什么老吃那个大鱼大肉油大，男的肚子大是吧，胀气胃胀肚子，长期不上厕所，或者你上火了，闹两三罐，就是他这什么呀，一天你就喝一次就行了。因为昨天我喝了一次了，今天我再闹一下，让我把里边的东西，就人家说讲吧，那个叫什么宿便是吧？如果你长期在那个肠道里积压着，然后对你的面膜啊、脸色也不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就是皮肤就容易就是暗沉呀，包括就是说白了，你肚子里老堆积垃圾，真的。哎，而且口感特别好喝，就是跟那过去那酸梅汤似的，但是它是西梅汁儿，纯西梅汁儿，酸的溜儿，还有四种益生元。像我就喝两杯就行了啊，你们铁肚子呢？喝了三罐就行。就不是说嘛，为什么我们那样就唰唰都？哎，我是信了，喝量喝多了，知道吗？人家这是让你，就是你普通为了保养喝，这个
基本上适合除了婴幼儿是吧？好像是3岁以下不能喝，孕妇不能喝。哎，就都弄。最关键啊，它上面写着特别有意思啊，出门不能喝，约会不能喝，坐公共汽车不能喝，开会不能喝。就是说白了，你也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在家或者你就在办公室，也不用说去远处。你得有就近有厕所，你要没有 WC， 我告诉你，你别得出丑。你别跟二房那边窜去。我告诉你，刚才你为什么看我拿一纸儿，我这擦眼泪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就犯一错误，我给忘了。啊，我这个晚上啊，昨天我们伙伴我们一块吃的火锅，那个喝了点啤酒，我心说，这咱们别让这个火锅什么酒在肚子里过夜了，是吧？咱们排排是吧？我就咚咚咚弄了点儿，然后嘿。这家你睡得沉沉还挺香，我在厕所待到2点多，呵呵，千万，所以说睡觉前面不要喝，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没事儿，在家的时候巨管事儿啊，就是管事儿的都是那种你难以想象的，就是特别好用啊，就是你常年便秘是吧，脸上暗沉特别多，脸色不好看的，大便不好的是吧，调理调理，哎，特别好是吧，想那个就尤其是美女想那个减肥，哎，就觉得想吃东西是吧，又管不住嘴，管不住嘴，你配合一下这绝了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绝了。嗯，反正你们呀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他这个上面都是告诉你怎么用量，对，但是呢纯分享，如巨好使，真是，我真是用了，我简直我服他了，真的。他这个其实你们可以普及一下西梅汁这个东西是吧，具体细节我老说我不愿意讲太多，这个你们都比我还懂呢是吧，对，它里边又加了4种那种益生元，然后用效果贼拉好。如果说你们要是说感觉自己那个，比如说他给你说1到2杯2到3杯，如果你觉得自己那个肚子也是铁肚子，你们就稍微加的多一点，就一点一点可以加，对对对，保你管事儿啊。拽哥我俩亲身体验，还有大姐，对，大姐也喝，大姐反应更快是吧，关键这东西相当不错啊，大品牌特别好啊，嗯，纯分享啊，如果你们要便秘的赶紧囤货收藏是吧。我一看上次因为我说那个某页那个，然后我发现好多人有便秘这种情况，我赶紧的，我用了管事儿，我赶紧跟你们分享，你们赶紧去看看啊，特别特别好用，简直了，无法形容的，好，唰唰的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媳妇儿，我终于知道你脸色为什么这么好看了，这家伙吃点大餐就赶紧让它排出去，不过这玩意儿真管事儿，我真服了，是吧？甜滋儿的，那节目长吃完了，你多喝点开水啊，温水。多喝点开水快呀，上劲儿快。行，这挺好。嗯。